市长会提到，阮当时团的董事长徐旭东等人共同来启用着具有台湾历史风情的炮台，替台南四八丰富之城的优质物产店主持着开炮仪式。台南市明年将紧接着建成四八栋，市府是陆续规划着相关活动做暖心。这回将台南丰富的这特色物产带来到新的这个科技城市，举办着物产店，希望让北部的民众会当品尝着台南美食一边甲买好糕。新竹的最优质的这个卖场就是在我们竹北大圆柏啊，圆柏竹北店事实上才开幕一年多，但是已经创造了这个业务佳绩，所以作为台南的好物，我们一定要来这边来展示介绍给新竹的优质消费者知道。那今年这一次从6月16日到6月25日，总共10天的时间，总有17家我们严选过的这个台南好物，包括食品，包括花卉，还有包括用品，还有包括文创产品，这些通通都值得介绍给最优质的新竹消费者。而这回物产店的档位包含着数十个，有叫正酸雅东山的咖啡、西加麻油，还有台南的油漆味。其物产店对这个起到6月25日在湾东百货这竹北店的8楼来做着登场。南天新闻综合报道。